好多小伙伴说这东西太禁用了，有点买多了。确实它是出了名的吸油不沾油，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，就是它不用的时候晾干真的是干了，干成饼干的那一种，所以不容易滋生细菌，再加上不容易破，自然也就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。但你们洗碗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现还可以换几种用法吗？比如这样，反正在家用谁也不知道咋用啥打的沐浴液，对不对？起泡不就完了吗？它还能当一个海绵擦，把浴缸洗脸盆都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物多用，必须整它。